来到嘉义水乡，有一个所在一定爱去，因为伊伫个地球上哦是一个真重要的地标。而且我听伊讲哦，这个地标伊逐年哦拢会刷叮当哦。迄到底是啥物物件嘞？咱紧来看卖。这就是我讲哦刷会叮当的北回归线呐，咱甲刷看卖。嗯，无可能啊！这是粘条的啊。观众朋友一定感觉真奇怪，北回归线到底是什么？在天文上，北回归线代表着太阳直射地球上北边的位置；在地理上，会当熟悉地球南北的位置，同时嘛是地球热带气候和温带气候的分界线。来真大哥你 好,、哦、你好，我是阿昏、哦、你, 好你好，我想请问你哈，想要讲那个北回归线标啊，也当刷叮当？不是这个北回归线可以移动啊，嗯、是我们整个地球哈、哦，它那个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哈、哦，它旋转那个离心力的关系哈、哦，啊，它会有稍微有移动。是安怎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会南北移动呢？假使地球的自转轴无倾斜，那呢太阳就会永远直射赤道，地球就无四季的分别啦。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哈，它那个大部分气候都是比较干旱，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，那我们这边也变成沙漠。这一座北回归线呢，是全世界第一座北回归线的地标。啊，当初呢想讲要设这种地标，哦，就是为着要纪念咱台湾哈、哦、纵贯铁路哈、哦、那个全线通车，建立这个地标做纪念。对，哦、对日本时代到今嘛，经过百多年，这是一个天文甲地理上的国际地标，嘛是观光旅游的好所在。观众朋友，您即马已经知影讲北回归线会叮当啊吼，所以讲吼，阿芬啊即马要来找2013年北回归线伊个地标伫倒，但是要去以前吼，咱先来啉一个水，食一个物件，因为腹肚足枵诶。咱来环保站哦，找秀荣师姐，嚼饱再出发。我感觉环保站就参像一间工厂，真有规律的运作。大家都很用心在做环保分类，不管是老菩萨还是少年人，都是为了减少垃圾量。其实我们吃东西也要很环保，我们来找秀荣师姐，看她在传什么好料的。秀荣师姐，哎哎，我就是不到腰，我早来环保站要找你，结果还没煮。啊、我巴肚最枵的呢。因为现在我们爱准备食材啊。哦，爱先准备食材啦。咱今日要煮什么物件哈？我要煮蔬菜汤。蔬菜汤。对，薄利蔬菜汤。我看到薄利蔬菜汤的味呢。我是用姜黄粉，它可以排菌杀菌。像我们的食物啊，它可以能够保存久一点。因为香料它本身可以让我们开胃，会想要吃，因为我们都有那个欲望嘛。啊，闻到香就会想讲啊，真好食。所以我们慈济来讲，拢推广素食嘛。啊，所以希望讲哦，唔是食素食买当来欢喜食素食。然后香料它本身也有很多好处啊，利用香菜粉。香菜粉。香菜粉它可以排除重金属。哦。哎，那很养生嘞啊，这是啥啊？啊，这个就是种子。像种子，种子是要种的吗？种子我们是要我爆香的。哎。种子拿来爆香，像那都要用这些香料来去添香，有什么效果不？有，因为这个种子各个不一样的能量，像小茴香籽的话，平常如果当时我们会觉得很疲劳的时候，在菜里面爆香一样是有能量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小茴香，就是我们台语讲就是那个茴香啊，类似那种茴香啊，那个菜虽然它的口味很重，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有它的能量在。哦，那个、就是小茴香。那像这个芥菜籽呢？这个芥菜籽呢，它本身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骨骼比较强壮。对对，比较强壮。这个呢？那个防胀气种子，防胀气种子就是它就是可以
让我们吃东西容易消化开胃，比较不会胀气。但是我很好奇耶，你看这是蔬菜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呢，腰果跟豆腐，对，它含有蛋白质。在我们素食来讲，我们都要吃一些坚果类嘛。算较袂讲，有的人食落了，蔬菜水果拢较冷，哇，因为食素食拢会较冷啊，较寒啊，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就是配合用腰果，那这样子在一起煮的话，它就会比较温补一点。还有加上这些香料粉，也是一样有这个效果。对，因为有番茄，它有茄红素哈，啊豆啊啦，红萝卜、银耳呐哈，就是蛋白质啦哈，蛋白质哎都有了呢。对，所以蔬菜汤煮了一锅汤，活力充沛。对，你看又可以止渴啊，又可以吃饱，又有营养啊。好啊，唔通跟他讲尔，咱囡仔成嘞，啊，等下唔知要到当时才有法度吃。叶秀荣师姐做环保二十年，也是最上上早伫社区带动环保的人。因家附近的环保店，都是最上的头一个环保店。2006年，外西州环保站成立，志工感觉环保教育真重要，所以内底有真侪真特别的设计，看起来参像公园，其实内底有真侪机关哦。这是什么？还有开关，耗电量比一比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咱紧请青标师兄给咱介绍一下。来，青标师兄，来你给我们介绍这是什么物件？这是一个电流表。电流表。电流表就是我们耗电量，它的消耗的电能，所以说它叫电流表。这个两种不一样的灯泡，左边这个。温度很低，它是一个电子式的灯泡，它三个灯泡加起来，它的电流才用0.8安培。哦，0.8，才0.8安培。这个是白炽灯泡，就是一般讲的是钨丝灯泡。哦，这个不能摸，摸的话手会碰它，哎呦，会起泡，所以说它很烫。它光是一格的话，它就有0.8安培。哇，所以省电灯泡三个，对，等于一。一般的普通灯泡一个，对，那我也要用省电啊。那当然啊，所以说它三个灯泡，它可以用在三个不同的空间。它这个只有可以在一个空间，然后它的耗电量，当然是只有一个就0.8，那三个才0.8。那它本身如果你夏天的话，你点这个灯泡，我们的冷气要开更强，它的能源就会又更消耗。青标师兄，你是学电的吼，无你来对这遮尼了解？我是学商的啦。你学商的，学商的，搁来做这灯泡啊？因为我厝里吼一挂这居家的一挂电器啊，派去，我是拢家己动手去做，所以说我多多少少有学习到。那我们外西州环保站成立，要做一个环保教育站。想说如果用口来说，还没有办法去引导他们，那我就做一个实际的东西。让小朋友让我们的机关单位来看一下，他们就会去了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要省电呢？所以说用的这些东西，让他们实际的去操作，然后你才有办法体会到。因为有实质的东西他们才会做一个比较，对吧？对。那这样很好，有达到很高的一个教育效果。是啊，是啊。以前我知道讲哪有灯泡哦，像我头顶这啊，一杯一杯一罐一罐，那是啥？这种的吼，这嘛是讲咱按迄个依然吼，一个做绿色博览会，咱安尼要去甲学习。啊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要放水在里面？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生态地球，生态地球，伊内底有水草，咱就是甲洗好清气，含一挂石头，你即嘛安尼家己吧，即样已经坑你哇。咱会当发现，就讲有的水草还阁足水，有的已经拢腐烂了，这就表示，表示讲水草当时这个管仔底，伊若是清气水的时，伊还阁有法当保持这么年外，还很清澈，还很漂亮。如果当时的水源是不干净的，现在都已经腐烂，都已经枯死了，用这个原理来，感受到我们目前我们的地球现在。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做环保，以后就跟他一样。
我知道了，就是说我们没有好好的来维护我们这个地球的话，对，它就会受污染。对，所以等于我们地球也是一个生态球的意思啊，是啊。大家都要互相依赖才能够一起生存啊，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哈能够在家里可以举手做环保，对啊，还有啊，我发现到这里有很多宝呢，哈，那进来一下看卖咧。这哈都是神水妙招啦，一般型的哈，这一定是大杠的，哈。啊，这水柱，啊，这个喷雾，师兄你做这样浅显易懂哎，我一看就知道说，那我当然要用喷雾的哦。喷雾它出来的水可以全部洗得到，洗干净，而且它很省水，对不对？师兄，我发现到你真的是环保的博士呢，你有法度安尼设计这么多，让人讲一看就知影讲啊，我要用什么浅显易懂的物件。我的想法是说，我只要每一样东西我要展示，我都是要用活的，我不是用纸本的，纸本的你还要再看字，不容易懂。哦，因为有亲身体验过的杂工，我后面要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活的，是活的。这真的是生活教育耶。哦，咱家够分配区哈，你看啊，这个真的是亲近在源头啊。那么安尼说，希望讲吼，呼吁大众，咱若咧厝的吼，无爱迄个水啊吼，爱当改保特瓶啊，尽量搁较强。亲近在源头，安尼我们就可以哈，减少那个水资源啊，对不对哈？饮水思源嘛。嘿，饮水。听过水足艰苦的。哦，有听的无？啊，恁三个是好朋友哟。出去咧。哦，年会啊。变变，做变变。刚刚的出面球啊！你看，你拢球球的。与善竞争嘛，吼，大家做谁输吼，输就到底啦。你看，简单啦，安尼吼，大家运动，我们在球场运动，拢无烦恼啊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咱这拢好出边的，做环保的拢无烦恼，出边啊。那心情歹，做环保的拢唔敢去做去啊。你嘛真好诶吼，你看来家做环保啊，行善布施啊，吼，啊，搁会当讲结合诶。这个活动的厝顶是清标师兄家己做的，回收物都放伫个遮，唔惊后好压淡。等到有一个量的时阵，佮会当甲厝顶拍开，方便回收车来夹环保，真正是足有智慧的。已经过一点钟啊，我咧想蔬菜汤应该煮好啊，紧来补体力。哇，好香哦！好食吧？嗯。哇。喝两水就感觉这有完气呀，这真正会当补体力哦。蔬菜汤也可以煮成蔬菜粥，也可以吗？对，一样那些材料可以煮成蔬菜粥。啊，没人敢顾家呢。秀红师姐，我要请问你吼，咱今年2013年的这北回归线呐，买倒位车哈？哦，北回归线哦，你都爱来阮土沟社区哈，找阮一个村长嘛，就对了。村长嘛，请问伊就知影哈。对。阿妈，咱借问咧，阿迄个船长嘛咧倒哈？倒一位是船长嘛？电视，电视呀，咱来找船长嘛。船长嘛咧吃，我一过来，我船长嘛。船长嘛，咱今仔日是有啥物活动咧？遮尔闹咧？我今是日照中心啦。哦，日照中心哦。日照中心，对，嘿嘿。哦。活力站。活力站哦，阿妈，有活力有活力无？有。有啊。来家来做什么运动啊？哎，几项诶？健康操啊！健康操，健康操。阿头跟我一起跳观音舞。吼，阿即马咧？要跳哦，新牛水当当。哦，新牛水当当，阿你无咱先跳一个好啊。啊，那参准咱这啊，日照啊，日照中心这啊，咱咧成立吼，对。
什么应用？有啊，这阿公嘛吼，都有够活泼嘞。他袂讲吼，留伫厝啦，嘿啦嘿啦，比那个老人痴呆啦，啊，都有做活泼。这阿妈九十岁啊嘞，这阿妈九十岁啊，这阿妈九十一岁啊，这阿公啦，嘿，九十一啦。真的啊！你真的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阿公八十一岁啊！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来来来来，阿公你当店长有啦咯？八十一岁。哦，阿公你是咱的班长哟。对啊，对啊，班长。是啊。阿公，你等下，你拄只迄个话一解，阮听话嘛来，紧来。你真的？哈哈哈！阿公，你是因为来参加咱这個日光啊，所以才这么健康，是不是？活力照，活力照，活日光啦！哦，阿妈，你几岁？你几岁？我八十一啦。你八十一岁啊？啊，你拄只跳迄个什么舞？迄个，迄个。跳阿公的跳。新娘水当当啊！新娘水当当。啊，我做过新娘吧？不。你做过新娘？做五十几档啊！哦，五六十档啊！啊，你怎做新娘的时阵的心情安那？我问下，哎，真欢喜无？你赶紧上楼堂咧！阿妈拍摄啦，拍摄今天拍摄。好，阿妈祝福你哈！好，谢谢。那来问阿公。阿公，你今年几岁啊？九十吼，好，啊你来遮啊，你上爱参加因的什么课程？我都过冬啊，做太保持的，啊干杯啊，啊我要给阮家啊，啊看真侪人，我讲我阿公会使参加的，全食材拢讲会使，啊即嘛传召来讲，我会使参加一个，传召讲欢迎，啊都。像迄日来，到搭拢逐日嘛拢有来。啊，你拢安怎来？我较早是骑车咧，即摆是好多电动车。哦。电动车还是骑车来？啊，你来遮了后啊，对你家己本身有啥物影响无？你跳的家己有感觉身体较健康啊，是心情较好无？有无？心情较好。哦，心情较好吼。陈天嘛，你拄则讲啊，咱这老大人啊，除了有跳这个观音舞啦，吼，啊，佮有健康操啊，吼，啊，佮有参加甚物活动？阮有佮扫涂骹，然后是捡环保，每一户的家家户户阿公阿妈，因兜绝对有做，拢一定拢有捡环保。啊，环保拢捡在倒？因兜，啊，然后我一礼拜吼去车一间，出去甲因，因讲囥因兜拢固定一个所在，啊，然后我一礼拜出去甲因收一间，转来阮兜，啊，因较有一寡事情来阮兜捡分类。哦，我觉得好棒哦！我感觉你甲船长啊，做成迄啰幼稚园的园长咧，甲副园长咧。谢谢。因为吼，恁即个船呐，就敢那一个那么幼稚园吼，咱的老师啦吼，啊园长啦吼，拢会带动咱家的小朋友做该做的事情啦吼。啊，你嘛是啊，只是讲恁船的是咱看老大人的啦吼，有达到那个不只是教育的功能啦，熊猪咬也要提升他们心灵的那个成长，对，向善的心灵，对。这是阮买，阮家己买，我们社区自己买的。阮一个阿嬷，阮的阿嬷家己赚钱去买。真的，安那讲阿嬷家己赚钱。来去比赛，咱就得名，得钱，等下买这两组十几万的。啊，真的很棒哎，真的是自给自足。对，对不对？自给自足哈，哦，好幸福哦。老大人来日照中心上课，会当甲朋友开讲。而且上课的内容也真趣味。参展这届为着吹球比赛，大家拢真认真在练习。我看我也是卖甲因骄傲，赶紧带船长来去找今年白花龟线经过的所在。这个是较早100年前对吧？白花龟线是经过阮的社区，这个所在是1844年，啊，伊的经纬度是北纬对吧？23度。27分34秒49。哦，哎，这是100年前经过这个北回归线啦，吼，哎，纪念碑的对啊。北回归线会漂移，嗯，一漂移一趟漂移大概14.7公尺，一年伊就移动14.7公尺。安尼，咱家拢总有做几个纪念碑？阮家拢总有做88基，
啊，就是1988年开始做，就是阮的界界，水上乡跟太保寺的界限，交界线，交界线啊，做到1908年，嗯，一拄啊88基，啊，就利用这个台南的步道对无，嗯，啊，步道啊，来协助做。不止美化社区，不过非常的有纪念价值，对吗？我来看这个碑，哦，啊，这是啥？这是我的手印，这是手印。我的社区也叫李监事，哎，啊，到我的长青福利站叫阿公阿妈他们认养的。认养啊，这手印是什么人印起的耶？就是假设说，我的手印这个这所在，1844年到1845年这所在，这七块，就是我认养在整理这个这社区的环境卫生。哦，烤草啦，啊扫涂骹就是维持的对啦，维持这整洁，那是啊，所以啊做这所以呢，很重要啊，做这。我觉得这样非常有意义耶，安尼敢那行入去时光隧道哦，你看14.7公尺啊，安尼行就过一年，安尼就过一年，过一年，诶。但是安尼咧过足紧的呢，算唔知。我不爱，我要过较慢的，我要搁做志工的，咱慢慢啊行。啊，我两个从你来看。好，咱来看咱今年的移动在倒位。OK， 好，好，在倒位。嗯，头前是1844加1844嘛，啊，1845、1846、1847，啊个一轨高一点点，啊个。哇，安尼足远的呢。啊个一公里的。村长讲，这纪念碑是记录白花龟县经过土沟村的地标，也是代表社区营造的进步和创意。因为每一个石碑顶头的蚯蚓，代表认养美化环境的人。这条铁路步道、沿路的树木花草，拢是认养人共同来维护。我想社区的环境清净，住伫遮的人心情也一定真好。好啦，hey。这个所在吼，咱徛所在就是2008年，好，2008年的家哦，的家哦，北回归线所漂移的是这个所在，啊，咱都咱小等，咱今年都2013年对吧？2013，离南边边大概离这个所在去75公尺的所在，好，我这边我带你来看，好不好？行 ，OK， 走。其实北回归线的地标有地理甲天文的意义，予咱有多变的气候甲地理的景色。七五。2013年的观众朋友看到无？伊2013年的北回归线，伊的纬度大概是差不多哩。纬度伫咧23度，23度27.15，15秒，15，应该15秒30大概啦。一秒。历史性的一刻来了，船长，请把你的脚稍稍到边啊嘞，无等下断开你的拇指，就是这。2013年，历史性的一刻。北回归线漂移，你这所在。北回归线在地球上，让大家能了解到春夏秋冬，让咱有多变的气候和地理的景色。而且北回归线会经过真侪国家，也能熟悉到不同地方的风土民情。参照嘉义水乡，有典型的热带型气候，日头真大，日照充足，不怪农作物会生得真茂盛。做个纪念，预备 okay， 开始，站。热带到温带是以北回归线为主，对吧？这就跟咱落西北雨同款啦。哎，这边落雨，哎，但是这边无落雨哈。啊，但是你开这边还是这边呢？哎，我感觉两边拢足热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标准尔啦，哈，参考的。